谢谢啊，主持人杨院长。啊，谢谢今天来与会的啊诸位贵宾。那今天呢，弟子呢，奉啊严冲法师啊严干法师的指示呢，啊来上台啊来代打，以我的学艺弘毅与心灵成长这个题目，来跟各位啊一起来分享啊随师24年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今天在我服务了11年的安心道场呢，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先进以及各位同修呢，啊，来发表我个人在学艺用艺的心路历程里边的一些心得。那当然我不会想要把这一篇文章从头念到尾啊，所以在文章的开始呢，他讲了就是说，其实我是一个学机械物理的人嘛，啊，文章并不是我学艺，不是我个人拿手的专长。可是我想要表达的是，在学艺多年的历程当中呢，希望能够很忠实的来记录我学艺用艺的心灵路程。那我也不想用编年式的流水账的方式来记录我人生当中这么一段精彩的一个过程。因此呢，我们以下谈到的就是说，中华文化里头讲到的《易经》，它在中华文化里边啊，它所担负的一个角色。那么2000多年以来啊，西方文明他们是以圣经为其主轴，那东方文明就用了《易经》啊，成为它的一个主轴跟枢纽。那中华文化在啊伏羲已降有7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易经》可以说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一个轨道。那中国乃至于亚洲啊周边好多的国家呢，啊其实他们也深深的受到中国易经文化的影响。那么中国历朝有917位啊这个天子帝王，这是维新圣教的一个很精确的一个统计啊。那无论是盛世明君或是败国昏君，无人可以偏离易道天理。所以可以说，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乃是易道真理形塑而成的伟大成就。那以上也就是说，这部分的说明是说，那么易经文化在我们汉文化里边它的一个重要的角色的一个说明。那么中华历代在易学的研究上呢，约略可以分成了两个啊这个学派。他讲的就是理论、论述与实用普易两大流派了。什么叫做理学呢？啊，比方刚才曾校长所说的“天行健，以君子不强”，这是乾卦的重要的一个啊标题性的一个意义。那坤呢？君子以厚德载物，这也是《易经》坤卦里边的一个标题性的一个中心思维。那什么叫做实用派的易学呢？那各位在座的，我们跟师父好多年了，我们探讨的就是人间世事的吉凶祸福。那如何用易经来探讨或是想要预知啊我们人生过程里边可能碰到的一些障碍呢？因此师父教给我们很多所谓的望向修求死破见合这样的一个学问。那因此有这样的两个流派的一个相互激荡之中呢，那实用派呢，他抱持了把易学融入了现实的生活当中，而且也期待借助易道的天理以及既有的定律来推算世事的吉凶祸福。那这个派别认为易经最大的价值呢，在指导人类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来防患未然啊。这是以上这一段谈到的就是啊理论易经跟实用易经它的思维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是啊理论易经毫无用处，其实理论易经呢提升了我们生命的品质，告诉我们天道行之有常，君子应该像天一样要持之以恒，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啊。那
告诉我们坤道呢？告诉我们厚德载物，告诉我们又特别特别大的包容性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它仍然有它很不可取代的价值。而我们实用派的这样的易经呢，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善用了易经理论上的这一些特点，希望直接融入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希望从易经它的一个特有的一个天道循环的真理来启示我们生命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吉凶祸福，我们希望能够理解，我们希望甚至也能够预知，是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以下一段他说，世界新兴宗教禅寂山先佛寺维新圣教，那中祖火焰禅师创教，那么仰仗了天界圣神王禅老祖天威，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弘教宗旨啊。那么圣教广传了易经妙法，理学与实学兼容了。各位，我们刚才讲到理学跟实学啊，那么维新圣教所谓讲的易经心法呢，它就是把理学跟实用的这样一套学问呢，把它相互的兼容并蓄了，开创了易经文化的另外一个空间。这是相当相当可以说五千年来非常非常少的，因为过去呢，理论派的认为说，你们竟然把易经这么珍贵的学问拿去卜卦，拿去算命，那结果实用派的认为，这么好的东西，你们只知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不晓得你明天就可能倒霉了吗？哦，这个问题就出在这了。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说维新圣教的教育，是对往后我们学艺的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指导的这样的功能的话呢，它其实它兼容了理论跟实用这两个派别的它的一个长处了，弥补了理学与实学的缺失，而称其为易经心法。这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师父混元师父所传的易经心法，我们从来不叫的我们学易经的，我们念易经的，我们叫易经还要加个什么心法嘛。这个心法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何其大，也可能很小，我们可以容得下日月，我们也可以小到连沙都容不进去，这是易经心法的一个伟大啊。说圣教所传易经心法，所中人类心灵的洗涤，指导众生知天知命，了悟不变的天理与正道，从而得到心灵的升华。因此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理解了易经心法的教育，不只在我们懂得到叫做是天道循环的一些真理，也不只要我们知道了卜卦术数的这样的一个对日常生活它确实存在的一部分的一个价值。所以易经心法的传授呢，万象包罗，是全方位而圆满无缺的。所以宗师告诉我们，易经大无其大细无其细。所以我们身之所处，耳之所闻，鼻之所嗅，都离不开易经心法。圣教以心法为指导方针养玄细才，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其最终达成天下太平之宏愿。那圣教的心法教育呢，基本上打破了千年来不同宗教的藩篱，这一点是我本报告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哈。维新圣教的成立跟维新圣教的创立呢，基本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宗教各行其事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打破了不同宗教的藩篱，赞叹一切圣贤神圣所传的正法，鼓励学员弟子学习一切正法。圣教心法教育把街角巷弄里为人鄙视的卜算之术导入正统的学术范畴，这也是本报告的重点。各位要知道如果你去找人家算命卜卦，你会觉得很丢脸的，是不是？你难以启齿跟你周边的朋友告诉人家，我去算了命，我去卜了卦，我去问了等等如何如何，是不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观念把占卜这一档事呢，只能留到了
那个街角巷弄里头那阴暗的那个叫做这个路桥的梯角里头去啊、哦，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告诉我们呢，把维新圣教把街头巷弄里为人鄙视的卜算之术导入正统的学术范畴，重塑了一道真理的尊严，把卜筮，把用意这样的一个真理呢的尊严重新把它找回来了。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很大胆的告诉人家，我为什么是卜卦了？我要去日本，去旅游，我卜了个卦。哎，说文书有碍哦，文书有碍哦，原来我们的 passport 都丢了是吧？这个易经的价值啊，这个就在这儿啊。所以易经心法又教义，而且启示众生，天地之间以人为大，有天地而无人，天地何哉？那没有天地，人何以养吗？那因此我们生存在天地之间，各位，天道是有常，但天道却是无情的。所以大道有常啊，天道有常，大道无情啊。绝对不会因为你是总统，你是天子帝王，说哎，今天这个人要过世了，我们太阳晚一点下山，是吧？所以为什么阴阳日月催长生吗？只有日月它是毫无偏失的，那样的一个概念启示我们要以中道之心来处事，要以中道之心来经营我们的生命啊。所以以下所讲的易经的大智慧指导了人们，我们虽处善变之时，尤其各位知道新的一个全面电脑化资讯快速传递的时代呢，这个世界呢从早到晚都不断的在变更。因此以下谈到的就是说，虽处善变之时啊，人有顺变之道。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混乱的变化当中找到一条你可以去走的一条路，找到一条你可以遵循的一个路啊。所以这就是虽处善变之时，人有顺变之道。易道博达精深，大致天文地理，小至朝露夕雨，无一不在易中。那帝王君主用易得以治天下，市井凡夫用易而知吉凶。那么易经心法的教义着重在实学实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虽然非常赞叹易经理论派里边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易经在我们生活面上的一个实用的价值。那因此呢，从占卜解疑就当做了我们学易然后来用易的一个我们讲说是凸显了易经占卜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自古以来，人类有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那便是预知未来。那人类用尽了各种方法想实现这样的一个梦想，有的人去请神卜卦，有的人去起乩求签。那么易经心法是用以易学理论来立基，用诸卜筮之术，诚心导于神明，人神相通，天地相应，则事情无所遁逃，吉凶分明，福祸了然于心。将帅测试用之，决胜于千里；庶民用之，趋吉避凶。所以各位，这个部分就谈到了说，好像我在为维新圣教打广告或是吹捧等等，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这也是我随师四分之一世纪，我心里边有感而发，我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不善于言辞或不善于文章，但是我想呢，我直接用这样的想法来表述我对这样的一个法呢，我从心底里边我能够认同，或是我心灵上产生的那一点点的激荡来跟各位分享。所以儒家呢，孔子他是著作了，他有一个叫易传啊。道家崇尚自然不离易，佛家虽不言阴阳啊，但以善恶待之。耶家就拜耶稣的言天使与魔鬼，庶民论是非嘛，可谓诸子百家，其论说不离阴阳，其行止不偏易道。那么世上人情世故不离易道，人之身亦易道所限，所以人在易中而不知有易。我们都生活在易经当中，
只是就像我们活在空气当中，我们不觉空气是否存在啊，意思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佛的教义告诉我们有因缘果报，那义告诉我们气数相应。佛说成住坏空，一言生成变化。所以义与佛的这样的一个论调呢，其实啊，虽见其义啊，而其理相通无二，易经心法体用兼具，体则知理悟道，那用意普算解疑啊。圣教以易经心法技术度众，以心法为弘道的主旨，愿众生学义悟义用义，知天达理，趋吉避凶，人心安定，社会安宁啊，天下真太平。因此易经心法呢，它用在修行可以正道啊，正心，用于凡俗之间可趋吉避凶，消灾化解，这是圣教弘教的一个大旨啊。所以以上谈到的就是啊，使用易经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呢，它其实扮演了很可观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圣教的易经心法弘教源于古圣王禅老祖所传啊，这个部分呢我们都非常清楚了。那各位也知道了，就是在台湾的几十年，从日据时代一直到此地，甚至于在清朝大陆人来到台湾以后呢，其实三一命谱相在台湾的这个发展呢所有从事三一命谱相这个工作的朋友们呢都不例外，都尊鬼谷先师为祖师。那维新圣教上魂下缘禅师天人合一，学员弟子信众及社会大众尊其为鬼谷先师的化身以及法身，为鬼谷先师圣身以当今之示现。所以王禅鬼谷导驾慈航，广传易经妙法啊，重塑了易经妙法的尊严。哎，这一句也是重点了。所以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也就是说，若是有王禅老祖鬼谷先师所传的易经妙法呢，那么天下太平的大愿才可能得以实现。那么易经妙法落实于日常生活中，重新开启了世道人心，那么易经心法成为大众人生路途的一个明灯啊，成为大众心灵的依归。所以维新圣教在宗教架构里边为养玄系才啊，广传妙法，结合了实作验证。所以各位理论派的这个实作验证呢，它就比较困难了，它纯理论的部分。那么占卜用意呢，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所谓，我个人在用意的时候，我采取了四个阶段，也就占论断验，我为谁为何事来占，占完了卦以后，我要来论这一支卦它的吉凶它的等等，然后我要帮信众来决断，我如何帮你指点说你这个投资的选择是吉是凶，你买这个房子能住不能住，这有一个决断。这个决断之后呢，会有一个验证，我不是告诉你你别去投资了吗，你偏偏投资了，现在你两个月以后你回来已经赔完了，那就是一个标准的验证嘛。所以用易占卜呢我比较主张有四个阶段，占论断验，这四个阶段必须完整。有时候一个卦的验证呢，可能是数年之后啊，比方我告诉你啊，你到大陆投资啊前三年辛苦一些些，后三年你就大赚了，因此一共就有六年的时间必须验证。所以各位，我们在学易用易的时候呢，我非常建议各位把你每一次的占卜的资料呢，把它留下，把它存档，那我们才有在用易的功夫上精进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其实易经心法或是易经大学呢，它开启了中华易经文化传承的万年盛业，担负起了易学武术教育承先启后的重责大任，打破了师徒传授的传统窠臼。各位，以前占卜啦、地理风水都是 one by one 啊，师傅带着徒弟满山跑。可是易经大学的教育已经把这种传统武术教育呢，提升到另外一个学术的境界了。所以我
我跟黄教授、春枝教授呢，在民国84年跟师傅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有420个，我们不是一对一的传授啊，我们不是一对一的传授，也就是他已经实际导入了现代的学术教育的体制，实现学术与生活面的完全融合。这是目前维新圣教，把这个传统武术教育呢，把它融入了学术跟宗教的这一部分呢，做了一个我自己心灵上所悟到的这一部分来跟各位分享。因此呢，在实现学术与生活面的完全融合，以及实际体现于占卜、地理、风水、生活解疑，以及这个宗教信仰的全方位领域上呢，那易经大学的创立，让实用易经的传承得以在正规体制之下，培育新一代的易学用易精兵，奠定百年树人的初基，重燃用易占卜的光辉，以21世纪科技梦幻的现代。这一部分的心灵路程就是说，跟随师父这一段时间呢，看到师父努力的在发展普易易学的教育的这一部分的用心，让我们深深的感动啊。那普氏归占之术源于易经，根在易经啊，百年来西学东渐，那么国势衰败的结果，强势的西方文明基本侵蚀了中华汉文化的一些很有价值的部分。卜算之术受到鄙视与排挤，在人们心目中成为陋巷街角、术士谋生的低俗文化一景。那传统文化的尊严被严重的践踏了，不复存在，因此占卜问卦被视为迷信与外道而被耻笑。维新圣教蒙老祖天启在师父混元禅师的指导下，重新开启了中华易学道统全新的篇章。这一部分的心路历程就是告诉我们，原来混元禅师的大智慧、王禅老祖的天威啊，重新把街角巷尾、骑楼底下的难见大雅之堂的这个卜算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呢，提升到学术的这样的一个位阶啊，这一部分的心灵路程是如此。那师父以易经为创教创教的宗旨，弘法传道已经38年，广传易经心法于全球4大洲。这一部分讲到的就是说呢，师父创立了易经大学，除了我们的先修班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借班。从第一届到现在已经今年就会有26届了，所以它整个来讲呢，其实各位要知道，表面上看来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好像看来并没什么，但是各位知道，要推动这种的教育却真的是千辛万苦。全台湾目前先修班应该有200班左右，也就是应该都会有一两百位的法师讲师在努力的遵循师父的指导，想要把这个易经地理风水的妙法呢，把它传承下去啊，那都是一个让人非常敬佩啊，让人家非常感佩的师父的教育啊，让所有的法讲师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愿意奉献自己的所学，愿意奉献自己的智慧，为往后这个易经这样的一个大学问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维新圣教弘教主旨在于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生活在台湾地区的青壮代享有数十年没有战争的年代，世界和平似乎已成为一种口号或理所当然了。没有战争人们早已把战争当作历史的一页。数十年的歌舞升平，当然无疑是说是真的要快乐是没错，但是我们讲战争那就是会毁灭我们快乐的一种事情嘛。所以我们早已把战争当作历史的一页取代了人们记忆中战争的残酷、生离死别的痛苦。然而我们都承认人性的贪婪好斗一日不灭，那战争的可能就永远存在各位，战争是也是因心而起，我们的一个善举也是因为我们一点善心而起嘛，身为心之器嘛，我们的一点恶念就是一个战争的起点嘛。所以宗师身负天职，以世界和平为己任，深知欲达成世界和平的使命，唯有从人心的改造做起。那也因为
那近代以来呢，功利主义的兴起，人心人性的教化更行困难，必须要有高超的智慧以及长远正确的眼光来善加筹谋。那人类世界的和平是百年千年甚至万年大计，天界圣神王昌老祖呢，借由终身宗师生口意供养的因缘启示了众生啊，中华易经道统是人类世界和平的灯塔，因此在学义知义用义正道的一个过程当中，方知我们讲说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所以这就，刚才讲的谦卑呀、啊，啊，告诉我们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天理不能违背，真道不容曲解，人类永远斗不过天，也斗不过地。天理真道启示了众生，要学习谦卑与互爱。世界和平的园丁混元宗师正一点一滴地在根源在灌溉，在人心逐步的调教之后，世界和平必定实现，这是我们的信心。当然这是前提，就是人心必须被怎么样，被教化嘛。 OK， 那易经演化而来的风水学现在谈到的风水的问题了啊，指导了众生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新圣教师父传授地理风水祭祀妙法，首重融入自然，与天地自然和谐相处，必能得到自然的护持，违背自然的结果必定受到自然的考验与排斥，个人家庭的不幸造成人心不安。各位知道维新圣教的地理风水的教育呢，跟一般坊间的术士地理的 教学呢略有不同。师父的开宗明义在以前就一直告诉我们要融入自然，那因此各位，我们学过一句师父传给我们的口诀呀、啊，啊，孤阴寡阳是吧？孤阴先觉后拜，寡阳先拜后觉。所谓孤阴寡阳，就是没有融入。你不一定要把它讲成说我们家是孤高的，或是我们家下凹了，或是我住家住在山顶上，那都是孤阴寡阳，没错。可是孤阴寡阳这个最深的道理在哪里呢？告诉我们，我们已自然脱序了，我们又孤了又寡了，你跟人家不一样嘛，所以你就可能得不到自然给你的一个护持嘛、哦、所以我们讲说是其实整个地理风水的学习一个中心思想或是一个中心主轴呢，就在于融入了、啊、自然。那么我们讲说是圣教的风水教义，从了解自然、尊重自然而融入自然，其目的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心安而安心的境界。那由个人、社会、国家的平安落实，奠立了人类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础。好，这一点就是谈到了地理风水在过去几十年、二十几年的学修当中，我个人心历的一个历程。其次就谈到了我们讲说维新宗啊是一个教，因此我们就宗教信仰这一方面再来分享我个人的心路历程。就宗教信仰的观点来看，维新圣教自师父行道来凡38年，可说是一个年轻后期的新兴宗教。台湾地区的宗教信仰基本是大宗的佛教啊，或是说道教与耶稣教，当然有其他的啊一贯道啦啊，或是等等等等。因为目前台湾政府对宗教的啊这个管理呢还是相当完善的，它没有太多的干涉。那么佛教在日据时代在台湾就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了，那因此呢，由北部到南部，由西部到东部，都有强大的佛教教团，各个依教奉行，行救世济民的慈悲事业。传统的神道教受到了空前的排解，这一部分又是我心路历程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过去几十年来，因为佛教在台湾的全盛的一个态势，把道教的空间呢压缩到极端的那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
大概只剩下三清道祖或是王爷公了，其余大概没什么人拜了，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这其中当然有其主客观的各种因素。那么维新圣教的创教呢，基本打破了固有宗教的一个界限。那弟子信众有些来自佛教，有来自道教，有来自耶稣教，有一贯道的啊。那弟子啊，师父开示的弟子呢，只要是正确的法，都应学修以护持。那这一点也是我非常钦佩师父，我从来没有听到师父从嘴里边讲说，你们不要去念佛，不要去学佛，你不要去一贯道，你不要去找耶稣，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听过。哦，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师父这样子的说法，这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好，哦，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这么包容的一个空间，其实是很难得的啊。那么圣教的创立弥补了佛教的不足啊，这是一个重点。那提升了道教的内涵，可以说维新圣教的创立在台湾宗教信仰的领域上发生了微妙的平衡作用。从此地理风水易经文化不再被称为外道。师父开示，心外求道视为外道。易道真言曰，非大非小，非内非外，非有非无，非想非意，即是意啊，这是更深的一个道理了。那易经风水地理的修学呢，不止在解决人生路途上的各种的障碍，作为人生茫茫大海的一个灯塔。那易经风水其实众生自因之果，习缘以习福，更要知道感恩啊，谢恩啊，打开内心的啊桎梏，走出生命的坎井，破除心灵的魔障。我们吴医师讲的快乐的人生，就是要打开心灵的魔障。好多的石头是我们自己搬到脚前的，好吗？好多的障碍是我们自己所设的，而我们却从来没想到要去破除。所以学艺破除了心灵的障碍，发挥了生命的光与热，让无形的生命与天地同在，便是修行的最高的一个境界。谁是协议哈，四分之一世纪没有功成名就，也没有万斗财富，但弟子终于了悟生从何来，死从何去。那易经心法的学修呢，就实用面而言啊，它是人们之吉凶定行止的重要参考。人从出生到生命的结束，难免在一生中会遭遇种种困难与考验啊，就像刚才吴医师所讲的，好像是那个我们讲说是那个茶叶蛋是要有裂痕的才能入味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验。说有钱难买早知道这句话平凡粗浅的话呢，其实蕴含了啊大道真理。那易经心法普益之术，在于解决人心面对未来的不安，用意指导人们一条正确光明的路。人生短促，没有失败的本钱，也没有重来的机会。面对多元世纪的到来，彷徨犹疑的心变成了阻碍人生的绊脚石。面对难以捉摸确定的多变年代，人们更需要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指导方针。那个人历经师父24年的指导，数百上千实证的案例，再证明了用易占卜的实用价值。那易经阴阳消长五行深刻的对应关系，它演化成了地理风水在华夏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人们由生到死离不开的生存智慧啊！无论你是否相信风水，我们都无法否认我们生存在风水当中。风水学指导了人们如何顺应自然，如何融入自然。风水学的智慧其实众生天道不可逆啊，天道不可逆，真理不可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风水学论及空间安排的观念，经有合理的空间安排，可以解决诸如身体健康、事业发展、家庭生活的种种困难。那风水学同时兼顾了无形的时间概念，也就是时间跟空间的概念。这其实在爱因斯坦的时候呢，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了，时间空间其实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易经在7000年前已经讲到了时间跟空间的概念。各位学艺你就知道，子时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那么子方就是正北方，方就是空间概念，子时就是时间概念。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呢，
我说中国字这么多，你为什么时间也用子时，方位你也用子字呢？后来我悟到了，原来它有很相对的关系，否则已经真的很深奥了哈。所以我们讲说是啊，借由合理正确的时间安排，让事实更加的顺遂，这便是择日学的主旨了。因此，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学艺当中呢，其实师父也教给我们了择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法啊。那也因为对时间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衍生出了出生年月日时相应的命卦真理。所以有人说是，哎呀，那你们是在学算命的吗？哦，师父告诉我们，我们维新圣教没有算命这样的一个名词，我们在用意解读人生嘛。好，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轨道，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如果你不能知己，你已经输掉一半了啊。借由对每个人命卦的论析，得以确切的了解我们生命中各种机遇，所以知天知命，便能适时而举，借时则止，进退取舍有所依据，便能立于不败之地。失败了可惜，走错了罪恶。维新风水学包藏广大，不仅止于罗盘方位的论述，更兼及时空因缘的巧妙配合。风水学的学习更让我们赞叹王禅老祖的伟大智慧，也感慨世道人心的变质。但相信人们终将回归真理，真理不变，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智慧终将发露真理的价值。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很多法讲师、贤士同修，都有很多的个案。师父最想要的，要我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很期待，不要我去做啊，因为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就是把手边的个案能够用实证研究，用科学的方法能够去把它做一些整理跟论述。我们原来很多的学者专家帮我们从第一集到第三集，他们都是学者专家帮我们介入，来帮我们找到一些鬼谷文化的精髓跟它的价值，它的应用。那到第四集，我们有几位法师参与，然后经过一些过程，这过程费了很多的心，就是去把它整理出来，变成所谓一个实证研究的论文。那我们现在希望倒过头来，第五集过了以后，我们的法师能够把比重从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二，倒过来变成我们宗门自己要能够去把从师父那边所学来的东西，所实证做来的成果，能够做更科学的论述，那让它能够广传，让人家来肯定、来接受。这是师父一直，我是说，我这个会长，我是2016年接的，那我是说我做前面的一半，因为师父依照规定，师父不能再继续做，因为顶多是连任两届，那师父的届数就从开始到不准，所以呢就变成
师父要我来接这个会长，我是跟师父说，鬼谷文化是你立宗立门的这个所谓一个核心，说你要自己来担任这个会长，那因为这是根本，如果你这个不能够把它呢整个更健全，更具有所谓的公信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停留在我们宗门自己本身在说说而已。那所以呢，是我觉得刚刚听到这个很高兴，好，将来我更可以摆脱这个担子啊，更可以呢这个把这个位置还给师父。那吴院长说呢，我可以去多多旅游。我最喜欢的，我常常看那个所谓旅游节目，我也常常看那个动物的节目。我说我们人在某些地方是不见得都那么有智慧，我们应该大家呢，有时候去充充电。黄教授说的呢，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呢陌生的地方，就是一个旅行。这个旅行，你可以跟相同的人去不同的地方，你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跟相同的人去同一个地方。你只要是说去看，所以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太多那种不好的意见，这个东西太咸，那个东西跟台湾的跟我们吃的都不一样啊，那个什么价钱的，你们价钱那是打听来打听去啊，你们多少钱，我们多少钱。你如果能够把它赋予意义，那个就是价值。最后我想送给各位几句话。第一句话，生活在今天的充实感里。你们希望你们今天来回家都能够觉得说很有东西，你的充实也包括到物质的，包括到非物质的。第二句话，工作在自己的自尊感里。你做的不管是做什么，我早上要出去打球的时候，5:06、5:30就看到街头里头有清洁工人，他们拿着扫把，拿着这么把那个马路边上的东西，我通常都会看到他们。如果我没有开车走路，我都特别跟他们说个早。他们也很认真，在社会上扮演一个也许你看起来不起眼的角色，但是没有他们，那你的街道、你的环境卫生就是不干净。所以他们在工作上有他们的尊严，你也要给予他们的尊重。我们每个人就是工作在自己的自尊感里。那第三句话，人际间呢预留一点回转的空间。车子堵死了就是不出不来，所以我向来开车停车呢，我的车头都在先倒好在外面，因为这样子我要出来的时候，至少来说技术也可以帮助我，可以扭多一点出来。你倒过倒车的话，后面堵死了你就被堵在里面。所以人际之间也一样，预留一点回转的空间，话不要讲那么绝，事情不要做得那么绝，预留一点空间，时时刻刻呢能够去感受到一点所谓一个刹那的感动。像我们有时候哎呀好开心，现在太阳要下去，昨天晚上我跟黄先生我们就欣赏什么，欣赏正大提防上头太阳要下去的，我们数几秒，因为它下去了啊，我们就是感觉好美哦。哦，那个太阳底下的河边开始灯啊，那就你有各种不同的感觉啊，你去感受。
那个刹那的感动。你恒此恒就是经常能够一常常去得到这种刹那的感动，别说多少天才一次啊，你要经常，你很多东西，所以你把它看得比较美好一点，你的心灵你的就比较充实。那我说后面一句话，人生的路呢将是无限的宽与广，所以我们心灵升华，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走得更好，过得更好，大家都更健康更充实。我们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因为你我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场子能够把它完成。我们电视台各位，你做的可能都很辛苦，做得很简单，他们都站着啊，他们都站着，比我们都早来布置，早来看那个时候一个位置。这个地方我们上来都很觉得是会掉下去，因为这是用心的去做的这么一个台子，为了要他们能够把这个整个台面这个画面能够照的镜头能够照得好啊，所以他们呢都很辛苦。事实上我们圆干法师还在忙，你看他呢忙里忙外啊，是生怕呢这个还到办公室去看我跟看啊，看我跟看这个执行长啊，他呢是想不知道也没有办过，不知道怎么办才比较啊，才能够所谓的他所谓的好一点，就至少自己也觉得还安慰，我办得不错。那这个都画面都要出去的，这个整个事务中在等我们这个产品。那他是不是想，如果我没有再继续推这个论坛，那的很多论坛的那个方块就要不是开天窗，而是要重复的去播，没有新的。那我是希望是我们对这样一个活动，不要说只有说师父呢他在重视，那我们在辛苦。那事实上这个对我来说也很有帮助，因为我比较不会脑力衰退，因为这些东西我是在两天里头把整个这个八场规划出来以后，把他们几位学者专家我一个一个摘下去，然后请他们吃一顿饭，他们都欣然接受，就是题目要不要改，时间有没有不方便，如果没有就这样定啊。各位就知道师父都要我去买那个21年的好酒敬他们啊，那你有本事啊，你人家带不来来了以后他能不能答应，他不方便他可以调整。我想讲你第一场的不方便那就排第二场，第二场不方便排第三场，我排到第八场他们总归有一次可以的吧。所以说我是这样，我们就靠着不是自己在能干，而是大家都能干。我们希望中门大家都能够在知与行上头能够配合，所以我很讲求团体动力，也很讲求所谓的执行力，那生产力就这样有了。我们希望今天3月19，下个月4月5月我们还有好几次，希望你们不要光是只有安心道场才是你们的家，才是你们的地方，能够像韩国语一样，你们呢也去追逐，我们呢下次在中立，你们这里到中立也没有多远啊，你们也去把它爆满，让他们没有位置让我们坐，他们会觉得很开心，怎么来了这么多人。那你们觉得你们今天有没有损失？没有，而且是收获满满。我们祝福大家心灵的升华，不是用讲的，不是用吹的，就是说你要去感受，你要去感动，那恒持刹那的感动累积起来，电影就是拍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快速的把它接在一起，变成你的感觉 一连串。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种所谓的结果都能够对中文的发展，对中文的大未来，黄教授写的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循着这样一个大未来在往前走。师父一直要我跟大家多多，大家也算是互相的勉励，大家也互相的大家一起来扶持，以及大家来做一些事情。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里，谢谢。